她是翠花，来自波兰。六年前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，就被这里的一切深深吸引。她热爱中国文化，她相信品味美食是感受中国文化最好的途径。这一次，翠花将沿着京杭大运河展开自己的美食之旅。翠花上菜喽！未来娱乐台行走的餐桌，带你吃尽天下美食。